我们今天下午去末地了，我们要找12个不同的末影之眼，我们有组织。眼睛的嘛，我要再浪费时间，我找的是眼睛。女巫，女巫，你在哪？就是说能不能给我叫个巫童啊，叫个巫童我叫你爹都可以。哎呀，叫错了，她是个女的，该叫妈的。你是我那个心动女巫吗？她也不是，感觉像找女朋友一样难，明明感觉很多都会都很合适，但她就是不出。哦，你在这儿的，嗨，找你半天。掠夺三不出，我搞Z了一下，他出了！哇哦哇哦，这个巫童我们先给他合了。OK， 我先看一下我有几个眼睛了哈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有七个了，还差五个哦，还差五个啊！直接一下掉。
掉！哦哟，狗运，狗运，真是一下掉。OK， 我们继续找我们要的那个珊瑚。哈哈哈哈哈呀！对，够了，行了，可以走了。我们现在来和异国之眼。东西必须要拿下来，他这个必须要拿下来啊！不拿这个不，你看我给你测试一遍，这样的话他就进不去末地门。啊？不会不会，我这三个已经白找了吧？他凭什么呀？之前玩的时候这个可以拿下来的，我拿不掉，我难道说只要普通的末影之眼吗？我们拿一个普通的这个眼睛放上去就知道了。你别告诉我可以放，别告诉我可以放。我直接道心破碎，不能放，兄弟们，吓死个人！
这只眼睛不想被使用，太傲娇。嘿嘿嘿嘿，走吧，走吧，走。为什么在这里？走吧，走吧，天亮就出发。为什么长这个样子？为什么长这个样子？龙呢？临时现场召唤。那我如果把它挖了，是不是就召唤不了了呢？啊！呜！好了，兄弟们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我们集齐了12个不同的末影之眼，也是来到了末地，成功召唤出了末影龙。那么下一期呢，我们就将挑战末地的所有 BOSS， 并且进入外太空啊！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